好，欢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双，我系主持少玲，继续有话疑啦，路过嘅灵影系啦，咁啊 ，Sir 嘅嘢未得嘅话，你录俾你唔系路过，你今晚系主角啊，咩嘢上嚟？唔系夹嘅，唔好讲啦。我哋要听啲真说话，我哋要听啲真说话。系咯，咁首先要恭喜一下大作出版啦，《真说热血三国》啊！多谢大家支持，多谢两位支持啊！系啦，嗱，咁其实坊间其实你喺书稿里面都见到好多大大小小不同嘅三国嘅作品。古往今来几多三国作品出现？买都买唔少啦，大家。系啦，即系我屋企都唔知有几多本。系咯，睇得唔少啦，大家都。个都肯定系两位数字以上噶啦。嗯，咁其实呢一本喺阿凌英你自己本身创作嗰阵时，其实个定位会系想系做啲咩嘅咧？喺呢本书度。其实呢本咧就源自喺 Boston 写嗰系啊，系有《热血三国》热血说三国英雄啦。咁一个书名叫《真说热血三国》咧，其实就系拆翻个字嘅啫。唔系你热血说三国，跟住加翻个真实版咩啊？你唔系学真三国啫咩？三国之前再加真字落去会劲啲，会 upgrade 咗噶。你唔系咁嘅意思咩？呢个另外一个讲法啦。咁我又视之为系另外一种形态啦，同 upgrade 嘅。咁真说真说热血三国咧，就系热血说三国英雄嘅真实版啦，或实体版啦。咁呢个真系呢个实体版。实书版。咁你考虑可以放喺心口当护心镜又得，摆只手臂防晒之后又得。咁呢个涉及另外一个电影嘅，跌咗隔篱。咁咧同网版有乜唔同咧？咁啊，当日再编排，但系咧佢本身个理念同个网版系一样嘅，就系喺一个比较精短嘅篇幅之下，将一个人物嘅历史啦、一啲小说啦，或者再创作里面同埋 ACG 嘅唔同嘅面貌去呈现。咁喺一个比较精短嘅篇幅之下，令大家用一个多啲嘅角度去睇个人物。咁有时都会加入少少我自己嘅意见，或者我自己喺一大堆资料中整理出嚟我个睇法咁样。咁個角度方面咧，同一般三個書就會有少少唔同，就多咗一個 game 迷或者三國動漫迷嘅眼光去睇呢種事。咦？咁但係個契機其實本身你喺 blog 度寫呢個三個嘅人物都已經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啦。咁當然好多人都其實我喺個 blog 度都見到好多人就成日都會問你話幾時寫下一個角色啫。那个是其实月刊连载嚟嘅，同《进击的巨人》一样嘅，咁每个月出噶啦。咁一路写落嚟，而家应该超过咗五年噶啦。系啊，就其实都冇话，从来冇谂过实体化或者其他嘢，即系我中意咁写啦。每个月咁不停咁写，变咗个习惯。咁就其实出版嘅契机咧，比较有啲奇妙嘅。又话说咧，原初最初呢件事咧，就系出版社找我寫另外一本書，咁另外一本我唔方便講啦。咁就嗰本就甚至為一個投注嘅書嚟嘅。咁後來咧喺研究嘅過程中咧，諗下諗下咧，就嗰邊提出其實呢個都個即係去嗰邊個編輯都有睇網上版啦。咁啊睇下，其實呢個都可以試下喎。咁咧就我哋開始咗製作呢本書啦。咁就由揀翻啲人物啦，重新寫過啦，重新再編過人物啦，同埋另外揾咗兩位都嗰個才華嘅年輕畫家幫我哋畫插圖啦。咁啊，阿子夜同阿 Sam 咁經過咗有幾耐都有八個幾月應該。八個幾月手尾。係啦，八個幾就最初諗到而家出嚟，差唔多接近八個月到啦。咁啊，成功出版咗。咁但係嗱，其實無論網路版或者係你書度再要重新去將啲嘢再重新去演繹一次嗰啲，其實大家都知道嘅，好多人識三國都可能靠遊戲啊，或者單純睇一本《三國演義》就去獲得啲資料。咁阿凌影你自己其實好似話喺做呢本書之前啦，可能係喺 blog 嗰陣時，其實係有接觸開啲乜嘢，同埋要寫嗰本書嗰陣時，你又花費咗幾多時間去睇其他額外嘅三國作品咧？其实真系冇压，冇跟在花好多时去睇嘅。因为佢学海渊博已经睇好多啦。我其实本身三国迷，我相信都睇啊。就算阿树玲都应该系屋企都睇过嘅书，都难以估计啦。基本你三国演义三国志一定大家睇过。系啊，我相信每一个三国即系比较有热诚嘅三国迷都资深啲。咁另外一啲再创作一啲个基本比较热门啲嘅火凤燎原啊。
或者一啲沖頭腦都唔算熱門啲，咁或者鄭敏三個字嗰個鄭敏啦、李子清版啦，或者華山光輝版啦，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睇過，就算你睇過，咁起碼一啲三國三無雙啦，真三無雙啦，三無雙可能冇乜人玩過，冇玩過喎，冇玩過，反而冇玩過喎，幾 OK 喎，其實方面即係啲角色就少啲，咁啊或者一啲三江門三國志遊戲應該好多朋友都玩過，其實。就算呢度綜合聽落，再加啲咁多年累積過嚟各種唔同嘅三國歷史書啊、分析書啊，或者啲三國嘅圖書添啦，甚至乎咁加加埋埋都已經係一大堆。你數少咗一樣嘢，學校嘅書課本。課本好少嘅啫。咁你都計落去啊？你中指淨係得幾多啫？你考試都要考㗎。而家寧願嗰本書裏面介紹一個人物嘅頁數都冇㗎喎。你都要講㗎，你都要講。中文科噶嘛，我記得我讀書嗰陣時仲有啦，唔知點解有冇啦。咁啊，有中文科有楊修之死噶嘛，嗰個係《三國演義》之中。有出師表添，出師表啦，中文科佢有。啦，咁但係嗱，本書嗱，其實嗱，因為大家知道就係三國人物眾多啦，其實可以話係，即係喺嗰本書裏面其實都好有取。阿寧願我哋喺威前我都話好有取捨嘅呢方面，其實角色真係呢、這個就痛苦。呢件事扰乱住树灵系呢个角色啦，咁呢个三国系都好痛苦。好老实，页数系好有限嘅。咁虽然而家就三百几页啦，但系要讲到少少嘢，每一个角色都会占上好几页嘅。好老实，可以的话，我想换呢个角色再多几页添嘅。但系咁亦都要考虑平衡角色数量啦，同埋阅读嗰个速度感啦。咁变成而家呢个形态啦。咁喺筛选角色度咧，亦都傾向於熱門嘅，因為始終係第一本啦，或者有冇第二本都唔知啦。即係做個心態就 Final Fantasy 嘅 game 咁啦，都係有幾多女大佢。即係先應該話係先將一啲大家想知或者係認識比較，即係有一定認識嘅，即係可能事無大小喺 game 度係咪封面都係嗰幾個㗎啦。咁嗰啲就可能好多人都想知道佢背後會唔會有一啲佢自己唔知嘅故事咧。呢、這個都係咁，你亦都考慮到有。讀者方面啦，即係可能係會比較希望可以吸引到一啲輕度啲或者啱啱接觸三國遊戲，或者唔係話好真係好沉迷三國咁啊，真係好好熱衷於研究三國，但係又想知多啲嘅人咯。因為有啲好多朋友都係嘅，可能玩過一兩三國遊戲，其實我又想知多啲，但係我又真係唔想。K 幾本大大本嗰啲喎，因為其實就算可能 K 書嘅途中，你都會睇到好多你都唔係好想睇嘅量，但係你想睇嗰個角色咧，可能篇幅只係得三句、四句，或者可能要你睇完嗰三個四句，可能有涉及到，未必係你想要嘅嘢。有四五個人不知邊個嚟嘅，打出嚟會咁啊，所以就會變成而家呢個形態咁啊。即係咁嘅原因，所以就會真係先都係話以藝術如三個國家最著名啦，或者一啲大家玩 game 一試角色遊戲必選嘅，係啦，或者試 game 咧，你總有啲角色你一定係嗰幾個噶嘛，直 game 買翻嚟心速速。有兩個你開個趙雲試試先，應該唔會賴嘢。哇！趙雲好誇張，入個遊戲入面講得太誇張啦，趙雲係。但係我 OK 啊，所以大家玩 game 通常有你冇你，新買都係開個趙雲試試揾親。咦，咁但係其實本書裏面嘅每一個人物啦，即係而家其實三十幾個人物啦，佢篇幅裏面其實好似有個編排，其實你會有啲咩考慮呢？其實因為本身你話市面上其實頭先我哋開頭都講話會有好多三國人物介紹嘅書籍，佢哋嗰個嘅二星級啊，其實基本上啦，我自己睇過啦，其實本本都差唔多嘅，其實就真係佢哋大多數啦。都是以三國演義為最主要的角色，甚至是不像其他的。因為其實我們市面買到有一些書呢，三國書是日本版再逆回轉頭的。反而很多時候大家所看的三國的書，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說在日本人本身是他們是很沉迷三國，沉迷到就是他們會去找回很多甚至大家都未必聽過的書，去再去研究翻就係究竟呢個三國嘅歷史同埋呢個人物究竟係點樣？因為日本嗰邊咧文本咧應該係吉川版三國志啦，佢哋實質吉川三國志其實就某程度上係都係三國演義嘅一個演化版嚟嘅，係一個演化版啦。咁佢哋會視呢個係一個比較常見嘅文本，咁
所以咧，我哋睇一啲日本書嘅時候，佢講嘅三角咧，好多時以演義比較貼近演義嗰邊嘅，咁就比較反而就會少啲政治，同埋另外一方面，佢反而係少啲自己嘅書去講自己嘅再創作咯。呢樣嘢真嘅呢樣嘢，因為通常你話佢哋都會比集中話正史嗰個人物嘅心情，通常咧嗰類嘅工具書啦，我稱為係，通常都係由嗰個人物嘅出生到死去編排一次。但係其實我睇到嗱，真治三個裏面嘅就唔係用呢種編排方式噶啦。佢而家用咗就三個角度啦，呢個係最基本。點解三個角度咧？就一來我中意啦，因為其實真二血書三個英文網上連載其實有個進化過程嘅，最早唔係而家呢個樣嘅。最早是單一角度的，最早反而是很簡單，那時仲未是叫呢個係之前咧係講一即係講我玩嘅玩遊戲，玩譬如話最早要玩三國無雙之勢，嗰陣時都四代五代嘅啫。咁我跟住啊玩下悟到，呢藝象咩咁嘅鬼，搞到咁嘅樣嘅，跟住我就嗰時寫入篇出嚟講，即係以感想嘅形式，係啦感想形式，跟住做咗出嚟，原來大家又幾中意喎。跟住我就將呢樣嘢再演化，就變咗後來嘅二血三國英雄。因為原來大家係好想知多啲喎，嗰一刻我就發現有好多朋友想知多啲嘅。咁但係當你涉及到知多啲，我就唔可能再係淨係啊，只 game 呢個點解咁嘅樣啊？即係唔可能再一句好簡單嘅感想就帶過啦。咁我需要一啲證據或者一啲支援我嘅睇法嘅嘢，咁就開始加入一啲歷史啊、演義裏面嘅章節或者一啲節文落去，咁反而佢就比《蘇生平》咧係會着重某啲大家關心嘅小節嘅。咁呢樣嘢其實好多時話睇所謂嘅歷史人物嘅傳記嗰啲，其實好多讀者即係無論你係唔係嗰個時代嘅忠實 fans 都好啦，其實都喺呢類書佢哋都好想睇呢樣嘢嘅，就係話我就係想知啲秘密。唔係，咪咁講，啲人係八卦想食花生，你啱啱明㗎啦。呢個大家其實都係啱嘅。我唔理你叫咩名先，我就知道你做嗰啲咩，有冇包個二奶，有冇勾個情婦。你乜大作戰就咁受歡迎啦？係啊，大家都好白，古往今來嘅，唔好以為啲古人唔白，啲古人如果唔白咧，就唔會有咁多三國上場。唔係，啲古人唔白，你唔會有本《三國演義》去睇嘅喎。其實《三國演義》就算嗰啲戲曲啊嗰啲。里面嘅三国嘅人物咧，都充满唔同嘅八卦嘅。系啦，因为以前就算你话陈寿正史之外，其实好多文学啲小说家，唔系我哋而家小说，即系写啲写啲历史人物啲篇章短篇嗰啲小说咧，说书啊，系小说类似啲咯，说书。即係而家好似嗰啲街頭八卦雜誌咁樣講呢啲嘢，係類似嘅形式就會喺雜劇啊嗰啲即係去年代嗰啲雜劇啊，之類之類都好多呢啲唔同嘅，邊個又有啲警棍啊之類之類嗰啲啦。係咯。嗱咁其實因為仲有一類啦，其實你話係會同你本書會唔同，因為有啲書就會咧好著重就係咩咧佢引經據典就係話，漢書或者喺呢個咩曹操傳裏面嘅呢一個位裏面去再交代翻嗰個角色答案。我睇裏面其實你會都幾著重就係唔想啲讀者太大嘅負擔喺呢方面。呢、這個但已經嘅唔同讀者又唔睇大，讀者覺得多一滯添。而家呢個唔係你得太多啦。你算少，其實有啲文咧，你咪引完文，你又翻譯咗過去白話文，又見到係咁。已算，我覺得你算少係好少係。因為其實成個設計角度咧，係希望一個讀者可以好愉快、輕鬆，唔好話睇到哇死啦，成段都唔知噏乜咁樣。唔係，仲要查字典嘅咁就唔係太好啦。咁就唔係咁開心，即係就算可能呢份可能就算中途可能有一兩字真係唔知講乜，希望即係佢直接睇落去，可以睇完之後都大約得到個大啦。咁呢、這個叫做流暢感啦，喺我成本書度咧係好着重嘅。咁一路做落去嗰陣時候，我都花咗時間喺個流暢感度，即係令到個讀者就算可以好流暢咁入頭睇到戲，或者好爽咁睇完一個人物，咁呢一點就可能未必就咁撇會感受到，但係我唔知做唔做到啦，我想希望做到啦。或者可能呢個就即係唔同讀者有唔同嘅期望啦，呢個唔同嘅感受啦。咁作者嘅期望同讀者睇完通常都有偏差嘅，好難嘅，都明白嘅。你好難滿足曬所有讀者，亦都估唔到讀者想要求啲咩嘅。你係咁啊，所以只有盡量用我最初嘅理念盡量做咯。咁啊，希望我反而又想聽下你睇完你覺得
即系流唔流畅或者爽唔爽嗰个感觉。我谂有听开节目听众都知道，我系一个好中意咬工具书嘅人。你唔系妹控咩？但系咧，其实你话我一开头买咗本书嗰一刻，当时我开头一睇个教具就话工具书。个排版上的确系接近工具书，系啦，即系我见到个排版话，一个工具书嘅，我一开头就会用咗一个工具书嘅角度去睇呢本书，究竟啊啲内容究竟有冇啲啊我未睇过嘅咧，会系或者系哦会用另一个角度去解构里面嗰啲嘢。咁其实你话本书里面我谂系会少好多，就系头先阿满阿玲英我哋自己节目里边都讲嘅，就系话一啲日本翻译翻过嚟嘅三本嘅书籍。他們其實是很極力是不講遊戲，最好不要提，因為他們會覺得就是一講到遊戲個格調就不同了，就好像降，他們會覺得是降格了的。這個真的不清楚，因為他普遍的感覺就是這樣。但是我有個調翻轉就亂入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呢在書局呢大概六七年前呢最喜歡講的圖書乜乜乜乜，咁圖書乜乜乜乜呢啲 series 咧，就好多時候呢啲類型咧，我打頭陣都係攞咗三個嚟開波。咁去到大概三四年咧，三年前左右咧，演變啲更奇怪嘢啦。你會見到啲台灣出版社出嗰啲咧，佢嗰個三角叫動漫雪三角咁樣，跟住劈頭第一版已經係三角無雙嗰啲嘢嚟。咁其實就你會見到個分野嘅就係日本方面咧就好中意避咗啲動漫，台灣方面就會出呢啲，但我哋香港係冇本土嘅。現在就有了不是這個都是其實應該這樣說啦，其實看很多不同類型的書呢很多人都這樣說的，如果你想找很多不同知識的或者冷門知識的東西呢，請去學日文，你會發現你會多了很多的樂趣。那講回其實好像看工具書的我看裡面，因為其實幾都對日本有些工具書其實有些微言的，就是說呢它太著重就是說哦他是想一次過幾頁裏面去講曬嗰個角色由出生到死，而中間嗰個內容就可能會比較就係話簡略，甚至就係話哦，甚至我會覺得就係話你求其開一隻叫喺光明出嘅三個字嘅 game 裏面，你打開個人物列傳，其實咪就係嗰段嘢咯。唔係，因為關乎日本人去研究歷史，佢哋個觀點，佢哋就係想要detail 啲，有曬所有新津年月日啲基本 basic 嘅嘢，佢哋研究歷史係咁樣研究，咁你好難話要佢哋改變嘅啲佢哋個人嘅習慣係咯。嗰本唔同嘅書又唔定話嗰啲嗰種三角人物字咧，都其實都幾常見嘅喺書局都，可能佢嘅定位係有一啲係可能係俾即係唔係 gamer 或者唔係 ACC 乜嘅，佢係俾一般人或者甚至或者係俾啲中學生。或者啱睇完《三國演義》，或者甚至乎睇完套電影，咁去即係了解多啲，作為一本真係工具書咁去，咁佢個做嗰做法比較平鋪直敍，同埋羅列式咧係合理嘅，因為讀者個期望應該係我要一堆羅列式資料，即係有啲似你查個維基百科，你唔會。希望我而家可搞到好有情緒化、好有娛樂性咁俾你噶嘛？而你話本書即係我睇到大概睇曬成個偽篇嗰陣時候，跟住其實我得出嗰個結論就係話，有一樣嘢係好唔同嘅，就係有個人想法。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就係話睇工具書可能會乏味嘅原因咧，就係因為你冇一個個人，即係你睇唔到個作者嗰個個人感覺，即係你就算 even 你同意定唔同意都好，即係你覺得話哇呢條友點解要咁樣講，我呢個最中意嘅錯曬，我都錯曬。其實錯個讀者如果覺得錯曬，我都覺得係一個成功嘅，因為你起碼令個讀者思考咗，即係佢覺得你錯，佢一定有佢嘅睇法。係咁，亦都估計佢會有佢嘅理據啦。咁當然有啲人係冇理據啦，係錯嘅。咁我相信大部分都係有佢嘅理據，之後覺得係錯咁。如果就算覺得是錯或者覺得不認同，那我覺得已經是個成功來的，即起碼個讀者是有想過這件事是對與錯，即是他有用過個腦或者用過個投入過一些東西，那他得到了一些東西，那已經是件成功的事了。另外一就會是其實你說是通常即每個角色最後都會講一點，就說哦遠離政治得遊戲嗰方，即係當然啦，呢個真係好個人觀感。即係以我呢啲我即係基本上呢隻三個作品我都會玩嘅人。三個無雙咧，
我有玩過頭三集㗎。三個無雙，我冇爭執嗰個。冇爭執嗰個多嚟啦。爭執我玩過三集㗎。係，好犀利啊！唔爭嘅三個無雙，嗰隻經典啊，嗰隻幻之名作。即係嗰依類型，即係你我對我嚟講會有個共鳴感嘅，其實會係，即係會好似拉近咗嘅。其實我會睇本書嗰陣時會覺得係。嗰度就其實嗰、那個係我想做嘅，但係其實嗰度又有佢難度，因為如果羅列太多咧，就驚一啲始終大家話三國文，但係每一個三國文睇過嘅三國或者睇過再創作咧，都會有好大嘅差異咯。譬如話我同你可能都睇過《蒼天航路》，但係其實好多人係咩嚟㗎？有啲未知嘅，係啊，好多人咧，可能好多人聽過爆掉嗰啲爆到白爆到不堪嘅橋段啦。再唔係，再一個唔好彩嘅，好不幸，如果係睇咗《龍王傳》嗰啲嘅，話嗰套灰啊，不咁變咗係ACG 而家有啲朋友反映咁各種意見啦，有啲人覺得太多，有啲人覺得太少。係咯。咁啊但係拿捏嘅角度，因為如果係話某一個作品，唔係咁熱門嘅，講太多咧，就會令其他冇睇嘅讀者覺得乏味。咁所以而家最後個而家嘅做法就係羅列一啲數據或者一啲我覺得比較有趣嘅再創作做法，咁去講。如果唔係咧，我就純粹係一啲大過一啲去點樣去設定呢樣嘢，咁由讀者自己按前面後面嘅嘢再思考，佢覺得咁樣嘅設定係點樣一個睇法咯。我會有個感覺咧，其實你話睇呢本書嗰時，因為好多時就係話如果睇其他坊間其他可能三本書，因為平鋪直敘嘅，我依樣嘢我唔係話貶義嗰啲，係冇錯嘅其實，因為你會錯，但係咧你話喺本書裏面，其實咧喺呢本書裏面，仍然呢本書裏面，我會覺得就係話，我會睇到個盡情就係大家對一個人物如何扭曲佢，可能係一個不世嘅名將，最終淪落到就係、是、喺可能係好多人眼中佢話。喂，呢條友廢柴嚟咯喎！呢、這個真嘅，因為我攞住本書，我完成咗之後啦，咁去買嘅時候，我都攞住，我攞住本書去俾唔同嘅書，我特登係揾咗一啲比較唔係咁三國迷，或者真係好興讀、好興讀三國迷嘅朋友去睇呢本書，咁佢哋揭到我好深印象嘅朋友一揭開於近個頁，佢俾我反應。呢、這個流羅你都攞，流羅，我好記得佢呢個，好慘，呢個係流羅。作為即係大家都真係有玩過即係三國或者有一定認識都知道，呢個係作為一個大將，即係可能啲人少接觸，即係可能正史唔好話三國演義本身本著，其實都可能會比較接觸一啲比較輕文化嘅，好似話即係遊戲啊，回到三國啊，或者一啲再小説老師應該佢啲叫做漫畫嘅作品就。呢啲騎呢射嚟㗎嘛，呢啲兵嚟㗎嘛，嗰啲點輪到你出場呢？有姓有名嘅呢啲兵啲係，件事都幾慘㗎喎。咁佢就睇咗，咁亦都扭轉咗少少嘅睇法，咁我都覺得係件好事嚟嘅，即係令一啲輕生活啦，或者啲未必咁熟悉，但佢啲嘢其實都有興趣，但佢未必願意去 K 一本大書，或者未必佢都想揾一啲輕鬆啲嘅書，或者舒服啲去了解多啲嘅時候，即係可能會幫到佢咯。因為其實你好講呢樣，其實我自己都有個咁嘅經驗嘅。其實因為我最初接觸我小學嗰陣時，我唔知小學六年級咗嗰陣時，接觸呢個《三國演義》嗰陣時，我唔知點解我會睇嘅。其實係咪電視劇版定小説啦？我望下呢個《三國演義》。本書嘅三文言文版嘅三文演義，我都唔知點解。唔係文言嗰個古文嚟嘅啫，白話嚟嘅。其實佢個白話都近現代嘅。其實老實講，因為一開頭睇嗰本，大家你有即係細個唔識，跟住見到話，哇！即係魏國嗰啲人，啲人全部都係垃圾加嘅，全部都係人渣。唔係，全部都係後面排陣咧，左邊個右邊個咧，數開十幾個嗰啲咧。你講開細個嗰啲嘢，我打斷一打斷咧。我細個係歷史過你啊，大佬。你知我第一本睇呢類嘅有關係咩啊？馮兩老講三國。我 OK 喎、啊，咪即係《三國演義》電視版咯。我知啊，殺唔係啊書啊。佢後嚟結集出版係結集嗰本。你就唔係睇電視劇反而。唔係，因為我放運啫。我睇電視劇。跟住我再照，我未睇過演義，直接就跳咗係咩？睇咗《資治通鑑》嗰 part。好少嘅啫喎，《資通鑑》我怕係啊，因為佢有個台版嘅七十幾本嘅嘛，三個大概係三本嘅。拍人版嗰本係啦，書本有得借嘅都有。拍人版嗰本嘅翻譯都 OK 嘅，冇話差。最經典咪佢平關羽嗰段咯。
嗰段都哇，好狠毒啊！平威嚟到點位嗰決刀場，不過翻翻喺度先。係，唔係因為其實嗱，即會有呢個過程，就係頭先好似靈影佢俾一啲比較輕度嘅，或者唔太了解三個其他人物啲比較富意思嘅人物嘅角色嘅時候，我都會就係睇一睇書嗰陣就，我都想有一本書就係介紹翻啲角色嗰時，我覺得就啊，呢個角色原來佢唔係咁嘅，即係佢唔係。即系佢唔系一个人渣嚟嘅，其实佢或者佢唔系企喺后边负责做共警版嘅。我呢、這个唔系人肉共警版一号。你话要以为佢唔系咁，我以为啊，原来佢系女人嚟，咪以为佢系男人嚟。你都召唤啊！好老实讲，即系好老实讲，喺叫做三个我开头睇嗰时，咁当然一开头好细嗰时，一定系因为三个演义嘅偏颇之下，你一定系会中意熟个嘅人物多啲噶啦。但系其实我大概唔知去到方 two 方 three 嗰时，我睇越嚟多嗰时咧。去到而家，我睇到我最中意嘅武将就系张连。张连系的确系劲嘅。唔系，即系你越睇就系喂，越睇就系喂呢个人就话喂，即系你会觉得话喂搞错演义里面张连去咗边啦？佢演义都劲噶，其实张连算系咁噶啦，演义。你俾佢啲同事，你望下啲同事下场。唔好咁啦，好惨啊！即系唐家阿于禁啊，嗰啲唔知点演义。于禁就惨，跟住我 friend 嗰句几震撼。铁甲兵嚟噶嘛？于禁变咗做想点啊？所以我觉得话呢本书其实都会俾到我咁嘅，当然我即系我已经系对三国有一定嘅认识喺里面啦。咁但我相信就系话对一啲可能比较少接触三国文本嘅，其实本书真系会俾到嗰、那个你至少宁影你自己嘅角度就话，哦，我评帮呢个角色评反翻，佢唔系真系咁差嘅，或者某啲角度之下佢唔系差嘅。咁因为涉及到一样嘢，呢本书希望带到就系多角度去睇三国，因为点解三个角度呢，其实就大家都知道，其实远远唔止三个嘅，三个角度系希望大家譬如一啲惊迷啊咁样，佢能够。知道哦，其實呢件事係一個人係可以咁樣去睇，咁不論佢自己最後選擇信邊個嘅喜歡嘅角度都好啦，咁佢可能佢有興趣嘅時候再去揾更多嘅角度，咁我覺得已經係件好事。係啦，好啦，咁我哋下一節繼續。係啦，好啦，咁我哋下一節繼續。係啦，好啦，咁我哋下一節繼續。係啦，好啦，咁。